榕江的春秋震撼全国，专门过来榕江看看热闹。来看春秋，当然要穿球衣啦。好嘞，去看春秋啦。太堵车了，还是走路进去吧。真的很多人。现在都六点十分了，比赛都开始了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啊！怎么？啊，终于接到会员了，怎么组委会的可以安排我进去了？谢谢你啊！好了，我们出去玩。贵方贵子贵客。到主席台了，后面都很多人，这里就比较人少一点了，全都是人。还有后面，还有啊！七号韦志新破门进球，场上的比分现在都是空中的拉拉队进场，因为在中场的时候呢，他们还会在球场的中央表演的。好精彩的一场比赛啊！真的，我对他们的付出很感动。三大一块，贵州春秋撼动全国，轰动德国。我希望我们中国的足球也能把德国延烧下去。